刚才啊，会计给我打个电话，我这个厨子已经到了，你们看看啊，是两米。我现在啊，找个车给拉过去啊。还行，边还没坏哈。咋用的这啊？橱柜儿，我焊了一个铁的，我先做个木头的，它不结实吗？完、啊，你能宋姐说焊个铁的结实。我刚给它抬进来，费老大劲了。我先把这个外面这个架子拆开。刚才我算了一下子，好像是进这个门有点挺费劲。这个门的宽度是80，这个好像是也是80。先拆开吧。这个厨子我已经抬进来了，这个是这个厨子的四个腿儿，这个是下水管，还有一个这个阀门，就这个喷头，但是它放在里面给丢了，但是那个他这个卖家到时候准备再给我邮一个。这个厨子一共花了1950。实际是1650，我那边做了三个抽匣，一个抽匣加100块钱。我先把筷子就放这里了，三个抽匣，打开看看。还挺大的。我一般做这个柜子，我就喜欢结实的。因为你现在那个做那个那种板子非常不结实，那个还得花1000多一平，这个就基本上都能用到我退休了。你看这家伙都能用到我离婚了，这是离婚以后宋姐那个再找一个还他还能那个继续用下去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老结实了。